安乐，快点爱你吧。 你想要怎么把我骗来家？主宰是为了你好，才答应引你出来的。希望你会当放下，好好离开。你别骗我，你别掠准我，我唔知影。 你嘛得介意主宰，你嘛想要甲我抢主宰，你这个人咧讲袂顺车呢。你讲啦，爱你，啊，姐，爱你，你若真正要紧我，我拜托你，把这条放下离开，安尼才是对你好。我无爱啦，真爱你。 你敢要好好听主宰甲话讲互完，若无你永远拢毋知影伊要对你讲啥。安尼，我先清楚对我的感情，歹势，我真正无得回报你。阿哥，若是后世人，咱阁有缘分，我会好好弥补你这份情。 啊！不过今麦我拜托你一定要放下，啊！无我到最后，你伤害你家己啦。我什么拢也未得着，是要我放下啥？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，先生，你都没有离开。看起来你到今麦阁真袂放哦。那安尼，我敢来当用更别的方式逼你离开。